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字是会，国语注音呵卫会，四声会，会四声会，属方部，共十三画。会字的小篆做这样的字形，图形的中间是个淮字，也就是发源于河南洪博县的淮水，是作为声音符号用的。再来看图形的外围部分，是竹起的堤防，用来围聚水流，免得泛滥成灾。因此会是表达意思的主体符号。由于古时候淮水容易泛滥，时常淹没农田房舍，酿成灾祸，因此居住在淮水两岸的百姓们，为了防止灾难的发生，就在两岸筑起了堤防，汇聚水流，以免泛滥成灾。所以围聚就是汇字的本意。就六书的分类而言，它是个指示尖声字，就词性来说属于动词。在文字的实际应用上，仍然保存原意的，像《书经与贡》记载说道：“东会泽为彭蠡，当中的彭蠡就是现在江西省的鄱阳湖。东会泽为彭蠡，意思就是说，东面有围聚容纳重水的鄱阳湖，会字在这儿就是围聚的意思。会字本来跟水流有关。”而水流原本就有流通的现象，因此钱财的流通也正如水的流通，所以在两地或是两国之间寄钱领钱就称为汇兑，用来领取款项的凭证叫做汇票，承办的金融机构所取得的手续费叫做汇费。这些词汇的形成都是由汇字的引申义而来的。提醒您，汇字不可以写成这个汇字，因为汇字是从淮得生的，分开来就不成字了。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